哦，哎呀，张丹琪寄给陈杰憲。这个位置其实也是危险，出棒稍微慢，走半边，哎，什么东西被打爆？电风扇被打爆。哦，哎呀，账单要寄给张连梦，账单请寄给陈杰憲。哇，真准。嗯，卡住了呢，看起来还在转呢。他应该是卡住了，卡住了。这个风扇就坏掉了。